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下列各物质中哈，何者所含的氧原子数是一摩了？氧原子数是一摩。好，我们看看呢 A 选项。他说180克的这个 C6H12， 这是葡萄糖 O6 了。我们看这个葡萄糖的分子量哦 ，M0 是多少？这是6×12加12，加上六乘以呢，这个六乘以多少呢？这氧的话是16啊，氧的话是16，这72加12加这个96哦，加起来这是180，所以这刚好是一摩哦，180克刚好是一摩。那一摩的葡萄糖分子哈，它有呢六摩的什么？六摩的这个氧原子啊，哦，这个不是一摩的氧原子，这是六摩。再我们看呢 B 选项 ，B 选项他说44克的这个二氧化碳，我们知道二氧化碳哦，它分子量多少？12。加上16×2=32，这44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呢一摩的二氧化碳，一摩的二氧化碳它里面含有呢两摩的什么氧原子，这也不是一摩了。再我们看 C 选项 ，C 选项它说36克的这个 H2O， 好，那 H2O 呢它分子量多少？16+2=18，所以呢，这是两摩的水，两摩的水哈，它有两摩的什么呢？氧啊，所以这也不对。再我们看看呢，这个 D 的话，它是说哈，16克的这个 O2， 我们知道 O2 哈，它的分子量哈是等于32嘛，所以这是半摩。哦，半摩的那个氧什么，这个氧分子，哦，半摩，但是一摩的氧分子它有呢两摩的呢氧原子嘛，所以呢一乘的话呢刚好是一摩，所以答案应该选多少？应该选 D 啊，所以这里答案应该选 D。